呀，哎呀，游走于刀尖之上。我昨天做梦了，我昨晚上做梦了，我居然梦到帝王蟹了，一只特别大特别好吃的帝王蟹。早知道我贴身他了，我这闪现交的真是意义不大。速战速决吧，我应该闪现贴他身儿。这波闪不应该是我们跑，应该是闪现杀他。刚才这波我都没寻思他能闪现，我刚想闪现回头杀他，他就闪了。我这想了一下还是算了。这怎么办啊？ First blood. 这有点难啊。真是可怜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吃完这最后一波兵回家吧。走位好一点，别被他遇到就行。不行了，彻底没有血了，我得溜了。好，这波一走了，我们还能收一波，蛮好的啊。兄弟，我这实在没法去呀，我最后收个车回家了。往这走，往这走来，哎呀，被砸死了！你发个屁问号啊！我他妈就这点血，你还得让我去支援你一波呗？啊，你这还发个问号？我二百血零蓝，你让我去支援你，你跟我在开玩笑？挺膈应人呢，不让人回家。着什么急呢？游走于刀尖之上。瑞文让亚索给杀了啊！
只有傻瓜。挺难搞啊。我好杀呀。确实挺难搞。又是一句。哎，有风墙。哎，漂亮，这不死了吗？哎呦，还好还好啊，可以接受。You have been slain. 我们的灵魂可以做朋友吗？可以接受。无处可藏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阿比没了，这里有个眼儿啊，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十一波他打比，走，找啤酒人呢？他们活不长了。来呀！哎，哎一下吧，飞走。其实这蛤蟆不上好了，我已经德克萨斯木印了，那就虚服了啊！九分钟德克萨斯木印还是可以的，兄弟们。出爪子不出，我就不乐意出爪子，我就乐意出德克萨斯木印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样打？中国，游走于刀刃之上，国府，蓝刀锋。旁边有啤酒人呢。我从这玩意儿呢也不好杀呀。发现我干不过他呀！啊，他有护臂！嘿呀，他有护臂！这我没看见呢，早说呀！打了他一波没咋掉血，我靠，三分之二血。可恶啊！这把得出水银海了。第二段 R 没打到，不可能。我 WRQ
我 W 阿 Q 的怎么可能第二段 R 没打到呢？自动追踪的，难道自动追踪追错了吗？别老在那瞎叭叭了，会玩蓝刀锋，嗯，别瞎叭叭了。无处可藏。上轮打。不要妨碍我。这玩意儿确实的不好杀。有些英雄他就是手比较长，我们比较难碰到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没有人呢，人没。哪个是真的？磨刀石。没有蓝 buff， 蓝不太够用。我一看他旁边就是有人，他没有人，他不可能往我脸上穿。没有机会了，你这。还有盾哎，不好杀哎。这也行，我靠！哎呀，这边是大意了，这边闪一下好了。我感觉他伤害不一定够呢。下一把吧，下什么一把呀？想赢是吧？好赢。好赢。赢还不好。筷子的可以，我们家的峡谷先锋有个维恩，这瞎子也还行，好打，没事。就是瑞文的劣势稍微有点大，别的还好。600，
几条龙。无处可藏。我现在没有大呀，没有大。没有大没法上啊，不杀维因杀我啊。非得要让我先交大，你就不能让我帅一下吗？简直了，非得要交个加息，讨厌，简直讨厌，是我的最爱。可恶的卢仙，错人了，打女女身上了，哎呀，太难受了，怎么打女女身上了？我可以做朋友吗？撑到女女身上了。没太玩好，刚才这波。目标稍微出了点小问题。只有傻瓜才会。无处可藏。卢仙有红。杀！我看一个小亚索到底能有多狠，来打大龙试一试。
个灵仙居然能反成这个样，给我杀，把他们都杀了，然后把大龙打了，没打大龙就敢杀，继续大龙速度，这不就翻了吗？哎呀，要心态老差嘛，心态不好很难搞，你老心态这么差，那维恩其实起来了还是很好，心态好点啊，随便杀的吗？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风墙呢？你没视野就摁风墙啊，风墙呢，他连视野都没有，他上哪摁风墙呢？没关系，我从不妥协，我要回家，我今天就要回家，怎么样？速战速决吧。那亚索还得带，不行，往下路走一波。只有傻瓜才会。我先扫一下，看看哪里有眼儿啊。啊，这里有眼儿，无处可藏。会不会要找我来呀？这挺吓人呢，可挺吓人呢。把这灵仙给杀了，他怎么还有大呀？哎呦我，这就别踹了！哎呀，这还踹一下子，杀了个灵仙，还有个牙齿。早知道我杀亚索好，我杀亚索维恩的虚区环境就会好一点，没事，他们一波不了，没关系。亚索好猛啊，靠了，全给我打。哎，他怎么又有风墙啊？好烦啊，这风墙
我讨厌风格。还是杀卢锡恩吧，别杀亚索，一杀亚索就有风墙。维恩没在，哪有伤害呀？小龙可以要，来，我马上来小龙。我靠！没有技能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又能有什么办法？没法上啊！水龙龙魂。确实有点难搞啊！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回家出收集组吧，大龙给了吧，不是？不要。这人怎么回事？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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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！下边一个，还有空调，你很难玩的。我怎么回家？我怎么回的家？牙草挂饼，这挂饼，咱们家绿门不是那么很厉害。